这里是斗南花市的小吃街，你可以看到这里一整排全是吃的，全是吃的。这边也是，两边全是吃的。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吃的吧，走。现在还很早，你要在这边吃东西的人还很少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个特色的光挂米线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罐罐米线，我要份罐罐米线吧。你臭豆腐配什么大哥？啊？他说是配臭豆腐的。对，他说有配臭豆腐的，对吧？啊，可以呀、啊，也可以。可以，但是不要配臭豆腐。嗯，好好好。啥子给你？你要找外面先吗？是吧？到哪里啊？他这个碗怎么那么大呢？这个是普通那个铜锅煮。反正每一种锅煮的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这两边好多吃的，就是早上人不多。如果到了饭点来的话，应该是。你要拿两只了？啊，这豆奶呢？四块。也是四块。但是那个没有。哦，这个是芒果。这些更好喝，果汁更好。我来个芒果。拿了一瓶芒果饮料，还有一瓶豆奶。傻哥，你的长碗米线牙粗那么细？这里有一个拉环的，看能不能拉开。还要站着拉呀，真没力气，这拉不开呀。你这个人咬开吗？用牙？我绝对不会用牙咬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牙齿那么不好。我帮你放。你都放了吧。都放。就不要太辣就好了。那香菜要哈，自己放的。你要香菜对吧？嗯。给你放一勺葱花。葱。给你放一勺，哇，还在冒泡。那是酱油泡的。对，要那个汁就好了。小米椒啊。不要辣。小米椒。过来点那个萝卜泡菜就好了，就够了。这个嘛。萝卜。哦，这个。酸萝卜也好的。嗯，就可以了。直接加到里面去吗？嗯。好了好了，好多了。够了是吧？嗯。来了，来了！给你弄个韭菜的，两盘。你看看到没有，好细哈、哦！我觉得这种比会好吃一点。我们之前吃那个过桥米线，它是比较，原来过桥米线它是比较粗的，这会细一点。我其实挺喜欢吃那种比较细的米线。现在四川吃那个南通米粉，细细软软的。对对对。嗯。我这个不是臭的，对啊，谁让你点臭豆腐？他说配套的。哎、嗯，你的豆奶没开，你看。嗯。你快把你的豆奶咬开。我咬不开，你来咬吧。你不要把牙给咬坏了啊！中一颗牙好几万呢、啊。他这个还真不臭。没有很臭的感觉，这个汤汁，这豆腐在下面了，碎啦，碎了，就是那种豆腐碎，你看，像那个豆花一样。这个米粉又细又软，这里面还很多很多肉，你看，还很多这个肉碎，这种肉碎，你看它的味道很香哎，是那种。感觉是那种酱香。我翻一下下面什么，有肉，这有块肉，那么大一块，什么肉啊？味道好像是猪肉吧。给我这个也超好吃，因为我喜欢吃湖南的那个臭豆腐，就觉得这个味道也很好吃。你喜欢吃什么都臭的？但是那个淀水豆腐我真的吃不来，那个淀水豆腐太臭了。哇，吃这个蛮烫的，先喝点奶吧。我先吃什么？你两个。哇，还有这个烫的，要再喝这凉的，好爽。它这个冬天吃的好啊，因为它这个锅一直都烫的，就它这个面一直都是火热火热的，吃的身体好暖。一直都烫的。对。我感觉吃了快一半了，还是烫烫的。吃到肩底了，还有骨头。还是烫的，还是很烫的。来尝一下，嗯，好香啊！它这个骨头，
味道好好，好多，从头吃到尾。这连汤都要喝了，来吃完了，米线都吃完了。你看这那么多骨头豆奶也被我喝光了，还有我的呀，我的芒果你喝吧，我也吃完了。好吃哈，好吃哈，主要是很温暖，我觉得这味道好，七天你俩的味道很好。没吃够啊，还在那里舔嘴巴。没有啊，吃够了。还在早餐呢，像那个半斤一样，吃完了还在那里舔。早餐嘛，够了，不用吃太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，一起去看这个世界。